大家好，我是方文琳。今年田中马拉松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改成线上跑。这一场线上跑呢，又结合公益活动，只要你在11月份跑满40公里，富邦集团就为您种下一棵树，而且这棵树呢，你可以自己选位置，还可以自己命名。喜欢跑步的朋友赶快加入我们，让我们跑护台湾，用跑量做公益，护大地，加油！